我知道你喜欢海参，但是有件事情我还是要告诉你。是不是我写给海参的信吗？连猜也没猜。这封信是我在垃圾桶里面捡到的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有没有太过分了？雅文写给你的信，你看到不看？不是我不想看，是我怕我看了情书，会爱上雅文。 勇士们。